总统蔡英文今年代表国家同原住民族对头拜都亚哈许多的阿伯同博托来非设立，对行业来讲，语言许多博托本言汉字，怕系亲友感觉的。俺们今年开始推出汉语发声安尼个专题，汉语做老师的发声个呀。不过睇法子沟通同学习环境个演出也按多方面，还系有不足个所在。睇法子面，民进党同时代力量分别提出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同国家语言平等发展法草案，因为国家爱出书来救少数族群的语言，还会打造出适合各语言同行使用个环境。唐定汉语广播随处做笔记，虽然讲晓简单几杂事，不过时代力量里位林创作就会用亚种方式，一时一时的前转头摆文政府汉字等的合法。再到了国小一年级以后进去学校，才被认为不能讲，讲了要被罚钱要什么，然后你会渐渐的觉得阿嬷是错的，他也会是用一种自卑的这个态度来说，这个你不用学，这个你好好不留言，他会变成是用这样的态度，他也不告诉我这是客家话，他觉得这是一个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错误一样。以英文为主啦，那可以的话就是尽量用英文来表达，那精准一点。早得用英文接受外国媒体访问，不过没办法，同法律会讲出自己的梦言。一点创作一次都知道董大松的。由时代力量党团提出的国家语言平等发展法草案，要求政府要发挥公权力来使人民无论行到哪，都做得持在公母语的环境。不但前外部头摆做菜部分，每同先前数年阿伯建前的族群方言拓展共托。好，不管是说像这个公家机关，或者说在法院里面，或是说在这个学校里面，你应该都要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我们还是要这样子回来想，就是说，当一个语言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多人用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讲他自己的语言，而这一个多语的环境也保障了他讲自己的语言，同时也保障了其他人听得懂他的语言。如果没有法的时候呢，相关的部会它是置之不理的啦。所以一旦我们如果国家真的是通过法律的时候，那它必须真的就是去确确，比如说它有一些可能是相关的一些执法要去做，一些细则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公家机构也好，比如说公共场合这个部分，它必须配合。那更重要的可能是学校部分，它必须要去具体的有些作为。韩国强用黑客干么嘢？民进党立委关碧玲媒体案外听出国家语言发展法。希望国家会建立语言资料库来救强强为马特的发言，或者咩强调合法中的研究将意思汉言自家来救。啊，冇国家来做吼，美人来做，天师台来做嘛，吼啊，学校来做嘛，冇法度诶。啊，有了解国家语言发展法吼，政府就不得已一定要有财政一定要有计划来执行这些工作哈。唔够可咩空间啊？假使讲唔够嘅迄个，那是上心啦哈。当然讲较有得位科目哈，你用牙出拳的伊，天天大家做的，尝试利用，唔咩讲，有一个客家话特别多教，哎，落去做教师听的。岁数大块电视节目，大家一枪激进同关，同到内边用方言，莫就会好罗话来讨论时事，莫就会打嘴鼓。除一条强势语言以外，亦都呢位还希望建国立法，爱台湾各种族群语言乃至同耳朵。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广告，很多的这个甚至于是年轻的一些创意等等，他用 Holloway 去写书写，然后去变成一个例如说 Hodala， 他去让它变成一个习惯性的语言。这 Holloway 是有很多这样子在富裕的过程，也慢慢有这些，可是客家话没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立了这个法以后，应该要努力推动的，让它变成一种很生活化的东西。啊，也非在讲一个休息的时间，哦，讲过时间，哎，你们来鼓励，你要创造，哦，哎，有黑化广告，你日文的广告都有，做嘛做唔得有黑化广告。将来你客家语言表态嘅场所，表态嘅。戏份，比如他的形式，全部做镜头，有传统，但是一定要有现代。你的孩子在外面跟人打架 ，According to the law， 学校 have to 记他一个大过。有小鸡，真的真假打
是学校。violence 的家庭就会有 violence 的孩子。天阳地度正式表现出新加坡贫穷的惩罚。就算跟定讲几啊种方言，大家为对话、为相互了解都冇问题。从甜起民众为起讲没有种方言冇，好在希望有一年台湾用国家力量打造合适母语研究顺差的环境，开发出可能每在过去冇感情的语言放松，也是乡土语言独行的其中一门课，是大家生活独行正经用的错的方言。下个新闻，请用尊称做台北报道。